下面请听董子健吉他独奏《爱的罗曼史》。不是，下面我们要一起唱一首歌送给所有我们朋友群听好的小耳朵们。同时呢，我们在这里，因为还是有朋友说我也想打电话，怎么打呀？那再提醒一下，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要恭喜本期所有 call in 的观众获得了由康师傅青梅绿茶提供的美好福利。康师傅青梅绿茶给你美好加持，察觉更多生活美好，品味口口酸甜，一察觉美好。同时呢，错过了这一次电话预约的小耳朵请注意，在这个咱们现在的播出的这个页面上有一个二维码，扫描页面二维码点击直播预约，就有机会参与下一次广播电话的预约活动了。那下面呢，我们请总导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下一个节目到底是什么呢？下一首就是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喜乐会的最后一个压轴的节目了，对，最后一个节目是我们在场的王冕、井柏然、娜姐、何老师、张云龙，然后董子健还有谭松韵一起为大家演唱的一首叫《同一首歌》。对，我先跟大家说一声啊，就是刚学了一个多月，如果有错了，希望这个大家多原谅啊。不，这首歌你是今天学的？他之前完全没有弹过和弦，而今天的这个伴奏里面，据说是有八个和弦，对不对？所以是一个，其实是蛮我们都蛮佩服的一个尝试。你插了吗？吉他插好了哈？哦啊，插好了，那我推上去啊。试一下。好。那个一弦卡在里面了。对。哦。好。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大地知道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甜蜜的梦啊，谁都不会错过，终于迎来今天这欢聚时刻。水晶雕山万座，我们曾走过，每一次相逢和笑脸都彼此铭刻，在阳光灿烂欢乐的日子里，我们手拉手啊，想说的太多。星光洒满了所有的童年，风雨走遍了时间的角落，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阳光像渗透所有的语言，风儿把天下的故事传说，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大地知道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甜蜜的梦啊，谁都不会错过，终于迎来今天这欢聚时刻。恭喜小董，祝贺大家！小董
首秀，好棒啊！掐人中，好棒啊！尽力了，有弹错了，脸色挫白，没完全没有弹错，很棒，非常好。我觉得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新的尝试。我们今天真的要给我们的掌声给我们的总导演谭松韵。因为其实说句心里话，我们下午有一度啊卡在那儿的时候，不管是天涯歌女啊，还是本来我们结尾不是同一首歌，我们卡在那的时候都有一种不知道今天的喜乐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呈现，也为我们的总导演深深的捏一把汗。但是呢，包括同一首歌也是总导演创意的，就是他提出来的，包括呢整个的这个步调是非常有条不紊的进行，带领我们完成了一个很棒很棒的喜乐会，我们给谭松韵掌声。是同一首歌，不是我提出来的，但是是我拍板的。对，他拍板的。好啊，那是这样的啊，我们今天呢就是非常感谢松松和龙龙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小美我们已经不谢了，已经是自己家里人了，对不对？感谢你们俩啊，以后常来啊。